好娘，洗完主播宝宝们记得点下主播的直播室通知，然后手机点下上面黄色的小心心。我是不是也是用面粉铺了一个脸？我刚那个从到面缸里边，完了之后就是，把脸往里边插了一下，完了之后再出来的。一直等我呢。然后小伟辛苦了，来我们跳第一支舞，大家那个有心的宝宝们点一下心哦，点击一下签到，谢谢天哥哥，谢谢小伟家的天哥。哎，小五，看你家天哥存着心就给我点。来我们跳第一支舞，挑拨离间一下。
那能换一个动作。完了之后他就一直刷屏，一直刷屏。然后到小五的话就说，哎，荷包蛋，然后什么，粉多啊什么的。我发现你们真的是看个跳舞咋那么多话呢？欢迎大家来到九五三全网最专业最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不好好的看跳舞啊，看主播，你看长相看身材不就行了吗？你们还老想要，哎，我发现你们就是老想要花最少的钱，完了之后还要看最精彩的表演，还要要求这个女人有胸有屁股，还得长得好看，还得活好，姿势多，完了之后还得要那个，反正各种要求，真的，你们太过分了。哎，喜欢主播宝宝们点点主播的直播室通知哟。还有小小的玩笑，大家喜欢主播宝宝们记得把心点一点，还有免费公益票的刷公益票。谢谢清风哥哥，谢谢苍狼哥，谢谢小鸟，就是这么想的。但是你要想，就是想象是美好的，可以有梦想是好事的。还门票第二十五了。
下在装修，他的电钻的呜呜的声音影响了我的创作。喜欢主播的宝宝们记得点下主播直播室通知哦，然后大家把心心点一点。喝口水，然后看舞蹈就来953，全网最专业最有颜值舞蹈频道。电钻嘛，他们在装修呢。咱们跳最后一支舞来。你听这声音，我的天啊，我现在闭麦了。